犯罪嫌疑人梁志强今年27岁，是外地来京人员。据他交代，就在案发前一天，他还曾在西城区作案量刑。我一晚上干了3起，你说买了把剑呢？想试试他的威力。是。结果威力怎么样？威力虽好，但是没有抢救的机会啊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梁志强因涉嫌抢劫罪。